们来到了火炉监狱，就是越南河内的火炉监狱。那么入门票呢是300K 越南盾，然后你可以买这个手册是200K 越南盾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整个火炉炼狱的这个来源啊，然后里面关了多少个人啊，然后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的。然后呢，这个里面呢也有讲说为什么会叫做火炉炼狱呢？因为这个监狱呢以前是一个打造这个瓷砖的乡村，然后过后法国人统治了这个地方过后，就把这些所有的村民赶走，然后建成这个越南北部最大的监狱。为了要加强他们的势力，他们就是在越南建很多监狱，然后他们有传说就是说哈 ，more prison than school， 就是说监狱比学校还要多。哦，嗯。